那是谁？怎么穿着我的衣服？ 别忘了，你现在也在本座手里。我跟你没完！啊！啊！啊！ 今天就让你秃顶！住手！胆敢如此放肆，信不信本座现在就卸了你的胳膊？那我就割了你的脖子！还敢胡言乱语，这舌头怕是也不想要了。你敢动我舌头，我就应有灵力毁了你的仙根！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反正我的仙根都已经坏了，大不了破罐子破摔，谁还怕谁啊？ 我的头发，流了1000年的头发，全没了。不许哭！全没了，我以后面子也没了，簪子也戴不了了，以后还得待在你这个可恶的对仙身体里面。我叫你不许哭。 健康也没戏了，我以后再也回不了司命殿了。我现在才1500岁，我这么年轻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起来，你把头发还给我！我叫你起来，你把头发还给我！ 我的身体。
不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本座都会找到你，确保你绝对的安全。别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你是在逃罪仙，要是被别人发现我和你待在一起，我就有大麻烦了。你要是真的想确保我的安全，你就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只要你把咒术解开，本座便自行离开。 你若再装傻，本座便不客气了。这人怎么说变脸就变脸？我一句错话都没说，你快放了小兰花！ 知道，怎么可能知道？你想要的是这个吧？无极乾坤丹，你给我，修好命簿就给你。 好吃吗？这外面的饭自然是比里面的香，自由嘛，也是正当途径来的比较好，你说对不对？对了，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还不知道你是谁，叫什么名字。 本座的名讳：东方青。该不会是昨天在海市受凉了吧？哦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东方强。啊。 我说出来，你别不开心啊。东方这个姓，和死去的那个东方青苍是同个，不好。死去的东方青苍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该不会连两族大战都不知道吧？你没读过书吗？修好命不要紧，算了。 先不与这兰嫂无知的小花妖计较。大强，真不是我瞎说，那个东方青苍真的是无恶不作。我们仙界当年也在他手下吃了不少亏，所以东方这二字在整个玉京，哦不对，整个水云天都十分晦气不祥。是吗？你也别难过，这姓氏都是父母给的，我们也选不了。 你已经很幸运了，至少还有姓。
我只是一棵草，无父无母，连姓氏都没有。你没有名字？嗯，大家都叫我小兰花。虽然你运气不太好，和东方青苍同姓，但是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。你这小花妖，见识短浅，不过千把岁，莫非还真见过三界第一强者？旷世月尊东方青苍不成？我是没有见过，但是书上写了呀。那个东方青苍长得是青面獠牙，发长拖地，那头发里还全都是虱子。听说他好几千好几万年都不刷牙洗澡，口吐恶气，可恶心了。歇了那么久，为什么还是修不好？谁让你盯着我看的？你这样看着我，我怎么转型？本座不看了，快修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修命不是我的老本行，只不过这个命簿太坏了，我从未修过如此破损的命簿，有点费神。禀尊上，这小花妖法力耗损严重，想必是在昊天塔时险些触动了封印，耗损了法力，又在海市险些遭人炼化，加上我们现在又强行逼他修命簿，这才会晕了过去。以他现在的情况，何时才能修好？尊上，命簿乃集天地灵气而成，暗含万物的因果机缘，要修复命簿需先……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在他还没有完全康复以前，恐怕是没办法再修了。那他何时才能彻底恢复？大强，你没走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到处都没找见你。这是朝露水。你消失了一个上午，就是为了去接朝露水？是，这朝露水是无根之水，对你的草木元神有好处，从今以后本座都会接给你喝。大强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别废话，喝。嗯。这朝露水太凉了，也有素叶寒气，我喝不了。那你要怎么样？我不是挑三拣四啊，你知道我先根烧坏了吗？所以体质怕凉，之前喝的水都是弄热了才。给。
啊，不能喝。冷了也不行，烫了也不行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现在不冷不烫，总可以喝了吧？等等，这个水是你好不容易才接的，我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把它喝完。怎么？难道要敲锣打鼓、沐浴更衣吗？这水看起来没滋没味，我去弄点花蜜，把它放在里面一起喝。来了。来了？什么来了？宪兵来了？还是上仙来了？日出，你闹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带我来看日出啊？你这么懒，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是不是从未见过朝阳？哼，难怪化形千年，法力还如此微弱。都跟你说了，我法力微弱是因为仙根破损嘛。再说了，朝阳不就是夕阳，都是红红的圆圆的，我看过夕阳也就等于看过朝阳啦。满口歪理，专心晒你的太阳。不想不念不停，心也不再泛起涟漪，天灯亮起相聚别离，人来人往更替，分散月灵心一个你。你就这么开心吗？当然啊，这里好美，本来以我的身份永远都不可能来的。仙界就是这般虚伪，狗改不了吃屎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其实贪婪霸道，沾下最好的地界，却只凭出身就被其他人画出尊卑贵贱。大强，谢谢你。又怎么了？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？为何还闷闷不乐？我还以为是真的仙法精进了，没想到到头来只是空欢喜一场。明日我就去找三生姑姑说明白，取消我第一名的成绩。为什么？谢谢你，大强。我小兰花虽然法力低微，仙品可不低微，作弊就是作弊。但我要把你帮我的事情说出去，你是不是又会被抓回昊天塔了？你不是成天盼望我回昊天塔吗？我是盼望啊，但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好像又不那么盼望了。算了，跟你也说不明白，反正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好了。这又是为什么？这就好比你一直在喝药，因为习惯了，
所以从不会觉得药很苦。但突然有一天，你喝药的时候，有人给了你一颗糖，因为尝过了糖的滋味，以后喝药，一样的药就会苦得难以下咽。以前，师父不在，我一个人守着司明殿，所以从不觉得孤单。然后你突然来了，整天陪着我，带我晒太阳，给我熬粥，还帮我考试。我害怕我会习惯的，等你走了之后，我就又还是一个人了。我就像那个尝过糖的人，再也不想尝苦的味道。慌慌张张又干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吗？长河仙君夸我喽！你不是去取消成绩吗？哎呀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大家都说我当之无愧，而且长河仙君还夸我，他说我是水云天所有仙子中的表率，他还把银石都送我了。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？为什么银虫偏偏飞到司命殿我的花园里来，还跟我的话？这是不是说明我跟长恨仙君果然有缘分？反复无常，毫无原则。尊上，可有何事不妥？怪事，这同心咒理应让我和小花妖同喜同悲，可方才他因为长恒的几句夸赞，又能根据释放而兴高采烈，本座却心里发堵。想不到这西兰咒术竟然如此古怪。确实不可大意。不过尊上，这小花妖既然已经心情大好，很快就可以恢复精力，修复命簿。不忙，他虽然身体有好转，但不过只恢复了七成，修命簿之事不可着急。怎么会这样？长河仙君将我除名了，可他之前明明还表扬过我。这流萤石也没了，为什么？大强，为什么？跟我来。仙考时以身为饵，救了所有仙女性命的司命殿小兰花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。仙考魁首自然记得。他既为魁首，却不收他入涌泉宫。兄君多虑了。那你为何单单将他除名？因为他不配。好。可我听闻你对他不吝赞扬，称他有勇有谋，至纯至善。
纵然如此，他也不过是云梦泽一颗普通的兰花草罢了。若不是得到司命的机缘，他根本没有机会来到玉京开枝化形。更何况他先根损毁，于修行意图毫无资质，若是入军历练倒也罢了，我涌泉宫内怎会收一个比最差的仙意都不如的卑贱精灵。现在知道为什么长恒不收你了吧？兄君，这等琐事何必挂心？现在最要紧是查明碎器之事，找出幕后主使。去吧。殿中有人吗？我等奉命搜查。大娘，不要！不要惊扰草木，也不要破坏任何东西。是。借一阵风抖落在水月中，谁躲藏在回忆中不愿先走。东方青苍到底在哪儿？小轮换，你快说出来，你不说的话命都没有了。真身不明，想来是月族的奸细。我不是月族，我不是奸细，我不知道。那东方青苍的业火为何会护你？我真的。
做的人，你们也敢动？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有我在，谁都伤不了你。把他给我放下！凭你，也敢拦本座的路？让开！我绝对不会让你带走他。本座今日不想杀你。让开！本座叫你让开。
你怕本座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忘川的两族交界，你要带我去藏野海？月尊大人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听信谣言编排你，我还差使你做这个做那个，我还说你不刷牙、不洗脸、不洗澡、不洗头，对不起，我还说你是丧家之犬。月尊大人，既然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你不用送我，我自己回水云天就好。回水云天？你现在是叛徒，回去让他们把你挫骨扬灰吗？我不是叛徒，我不是叛徒，我现在就要回去跟他们解释清楚。我不是叛徒，水云天是我家，我要回家。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间，坍塌破碎了睁开双眼，出尔反灵魂只能降落，爬进挚爱的最后，这间缠绕的温柔化作一把锋利剑刺伤了我，却爱模糊光影距离，连时间都暂停，全都只是因为你，确定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口的惋惜来不及。你怎么来了？愣着干什么？救你！尊上，你出去！你怎么从风冷跑出来了？我现在要与月尊亲热，你要在这看吗？哎，你不能走！救命！救命！属下告退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都说要有
闪电吗？你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换回来了吗？不如你就接受现实，先维持现状吧。维持现状，你倒是适应得快。也对，都能用本座的身子去找别人侍气，自然高兴得很。我不找别人，难道我找你啊？对啊，看不出你平时装出一副高傲冷淡的样子，没想到女人也不少。本座何曾有女人？明明就有。本座说没有就是没有。还装糊涂，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呀？哼，本座也无需向你自证清白。对啊，反正你都说了对我并无半分情意，你的事与我何干？我还不感兴趣呢。你知道便好。你还有心思与本座磨牙斗嘴？你可知你我现在处境？蠢女人，你冒充本座一整天，没发现吗？一旦有人知道本座与你互换了身体，现在是废物一个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你我都会死无全尸。你还活着，不过是侥幸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嗯？嗯？注意眼神。当你不知如何应对别人时，就冷冷盯着他们，令他们心生畏惧。像这样，你笑什么？哎呀，我就是觉得看我自己的脸做这么恐怖的表情挺好笑的。啊，我就是一介不入流的小仙女，平时对人点头哈腰都来不及呢，哪知道什么目空一切呀、啊、你更别说什么睥睨天下。哎，不累了。罢了，你只需记住，谁也不能怕，谁都不能信。那商榷呢？商榷不是你的心腹吗？他也不能信。本座只信自己。我要是你，我肯定会把换身的事情告诉商榷，这样大家群策群力，一定会想到换身的办法的。真是天真，苍岩海强者为尊，如若换身一事走漏风声，只怕人人都想挑战你。当新的月尊，你无法调动本座体内法力，届时别说商榷旋风，哪怕只是区区一个月族战士，都能轻易将你杀死。我觉得不对。我觉得吧，商榷对你挺有感情的，他绝对不会背叛你的。你懂什么？我就知道呀，你不懂人心，你不懂感情，所以你不知道。一派胡言，你方才说的那些话简直荒唐至极，那些话怎可能出自本座之口？我那是在帮你挽回形象。本座威仪的形象都被你败光了才对。哼，你就是因为那个威仪的形象，你弟弟旋风才不喜欢你。本座是人人惧怕的月尊，不需要任何人喜欢。你还有脸提旋风？他与本座自幼一同长大，是最有可能发现你我换身秘密的人。
如若被他发现破绽，你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与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你都说过很多次了。罢了，反正明晚便会有雷电降临，在那之前，你一刻也不准离开本座。时间一到，就立刻换回来。一刻也不能离开，那你洗澡怎么办？许脱，不脱怎么洗澡？你要是脱了，我不，你，我不就被你看光了吗？你不准走！你想让本座因不洗澡被人起疑？本座才不会因为这种小事露出马脚，枉送性命。那你把眼睛蒙起来。让宫娥帮你洗，那岂不是更可疑？我帮你洗。少。左，哪边是左？哦，再用力一点。你别得寸进尺啊！那本座自己洗。别。我来，我来。又是你们！我警告你们，趁现在本座不想杀你们，你们趁早逃命！闭嘴！还想再逃？如今的月尊，想必只是个废物仙子吧？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们好像识破我们了。长河将军，长河将军，你快走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奸细，你别怕，我来给你解开术法。
等等，这术法仙君恐怕也没办法解开，而且就算有解除之法，仙君也不能这么做，因为这样东方青苍也会恢复法力。他说的没错，若是东方青苍恢复了法术，以你我二人之力，绝无逃出升天的可能。那怎么办？仙君冒着危险来救我，我已经很感动了，绝不敢拖累仙君。要不趁这个机会，仙君你们快走吧。不行，我知道了，只要抽出你的灵体带回水云天，再用息壤造出一个新的肉体，就能把你安然无恙变回小兰花了。好主意，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东方青苍封印在兰花仙子旧的肉身当中，只要我们摧毁这个肉身，东方青苍就会魂飞魄散，从此世间再无东方青苍。受伤了，本座胜之不武。吧。太美了，真好看，真好，真漂亮。哇！太精致了。是这样。没想到苍岩海最时兴的妆容扮到小兰花身上真是好看呀，要是不认识的人见了还以为是我们月族的女儿，哪里会想到是水云天的仙子呀。沉迷在你清澈的眼睛，是途经最难忘的风景，无人可比你，那些往昔灿若繁星。每一个为你做的决定，故事几经辗转未落笔，一幕幕曾经脑海放映，刻骨铭心。不想不念不听，心也不再泛起涟漪，天灯亮起相聚别离，人来人往中更替，翻山越岭寻一个你，步步死神步步相遇，步步我偏想哭还许，只唯独你。踏遍荆棘寻一个你，步
远万里，只为朝夕。送天下父亲，不负你。我说过，你我之间不可能有半分情谊。我不相信。你可知这是什么？这是业火，三界之中最厉害的法术，除了月族始祖炎女，就只有你完全掌握了。可你知，想要习得业火，得付出什么代价？八情绝爱，七情禁区，但凡心里有一丝情根，都无法完全掌控业火。八情绝爱，没错。仙也好，人也罢，接受七情所累，唯有通过上古禁术八情绝爱，方不受心绪干扰。从此，就算是熟人亲人，也不会有半分动容，更不会对任何人动情。原来那是你的心海和七情术。你明知本座八情绝爱，却不忧不悲，反而欣喜，这是为何？所以你之前说讨厌我、嫌恶我，果然是假的。你只是被拔去了七情，你也没有办法，这不怪你。杰利说的对，我该多去想想你为我做的。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这一次换我了。去把小兰花给我带来。是。月尊大人，尊上，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卖药给他。月尊大人，你快放下他，他这样会被累死的。杰里，你捉弄本座的时候，可想过他会死？再有下次。谢婉清是个凡人的名字。这个节日就是为了庆祝两族大战先族胜利的日子，我们水云天每逢此日都会庆祝这个大战胜利、封印月尊的节日。月尊大人，你等等我呀！刚才谢谢你救我。你为什么要乱跑？本座不是说过吗？
不许离开本座视线，法力这么废还敢乱跑，本座今天要是晚来一步你就死了，知道吗？我没有想逃跑啊，我答应过你要帮你治好七情术的，说话算话，我不会逃跑，我只是想帮杰离。我不管你什么原因，本座再说一次，从现在开始不许离开本座视线半步，不管你要去哪儿，得让本座知道，懂了吗？懂了。风雪不见了，原来是因为这化魂鼎日日炼化碎气，让逝者的悲愤和绝望之念凝聚不散，所以才会让海市有着漫天的风雪和迷雾。你打碎了这鼎，自然就云开雾散了，太好了。曾大人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人没事，命簿也没丢，飞弹没丢，我还修好了。你看，都两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谢灵薇。尊上，他在哪儿？他是元神吗？这里就是归墟之境。您是仙月尊吗？还没问完呢。你要问什么？我想问问你父尊当年为何要那样对你。这事轮不到你问。
这就是我死去的父亲，当年是何等的威严，现在仅剩一个可怜的元神。不必问了，有关他的任何事本座都不想知道。还剩几道天雷？禀尊上，81道天雷之行，方才试了30，还剩51道。余下的本座替他受了。尊上，尊上，您是万金之躯，怎能戴罪受罚？什么花样？行行，等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间，等坍塌破碎了睁开双眼，无处安放灵魂，只能降落。相接在天地之间，心还是因一场惊觉，没有你的世界，爱情却爱了最后，这点缠绕的温柔，来做一把锋利剑，降落。连时间都暂停，却都只是因为你确定，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口的惋惜来不及。难道愿意承受之前的弑父之痛吗？近日来我白日所想，夜夜所梦，都是与父尊一起练剑，一起蹴鞠的快乐欣喜，所以这次我要自己决断，我宁愿承受弑父带来的痛苦，承受所有情爱带来的痛苦，我也不要忘记这些感觉。这不存记忆的时候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现在，
在我一想到今天是他的忌日，我一想到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其实我毁了七情树，是不是就不会痛苦了？本座的鲜花饼做好了吗？你要喝了没有？那药太苦了，不过本座已经全喝完了，一滴也不剩。鲜花饼也快好了，我去拿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按我月族的规矩，感谢一个人便要割自己的血涂在那个人的脸上。本座十分感谢你。不要，这是你的血。本座猜到了你可能不喜欢血，所以已经换成朱砂了。我能不能不涂啊？不行，这是本座有生第一次感谢人，你不许拒绝本座。我本就两族有别，何来背弃一说？你是高高在上的月尊大人，而我只是一个连身份都弄不明白的小草。我们之间谈什么情，什么义？请月尊大人不要再在我身上下功夫了，我配不上这份尊荣。你说你与本座之间没有情谊，那你为何日日陪伴，为本座做那么多事情？是你让本座的七情复生，让本座有了感情牵挂，你现在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月族的领袖，担负着月族的使命，我也一样。水云天是我的家，本座只想把你的家还给你。而且刚才你也说了，你可能根本就不是仙族。可我在乎的人除了你之外都在那儿。我问你，你踏入灵锁门时，长恒拦你，你会如何？杀了他。那我师父拦你，你会如何？即使你师父若肯归顺，本座饶他不死。倘若他执意不肯归顺，誓死要捍卫水云天呢？你就真的不能为了我放弃仙族吗？那你可以放弃月族的仇恨，放弃你对父亲和子民的承诺吗？